妈妈。怎么啦，宝贝？我想妈妈。爸爸今天带我去福利医院了。哦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。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一样有爸爸妈妈？妈妈知道。我想跟他们做朋友，我想把书和玩具分享给他们，还有零食。好啊，你能这么想，妈妈为你骄傲。妈妈，下次你跟我和爸爸一起去看他们吧。可以啊，我想让你也做他们的妈妈。今天爸爸就做了他们的爸爸，我忘不了他们羡慕的样子。我今天才感觉到有爸爸妈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山上萱草花开放，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。